众笑笑当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是人道第一步，孝子谢世即为先。自古忠臣多孝子，君选贤臣举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，孝道不独讲吃穿，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则莫回言。惜乎人间不是孝，回心复孝天理还，诸事不顺因不孝，怎知孝能感动天，孝道贵顺无他妙，孝顺不分女共男，福禄皆由孝自得，天将孝子另眼观，人人都可孝父母，孝敬父母如敬天，孝子口里有孝语，孝父面上带笑颜。上边能尽孝，幼落孝来幼落贤，女德淑明先学孝，三从四德孝在前，天地忠孝孝当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是人道第一步，孝子谢世即为先，自古忠臣多孝子，君选贤臣举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级班罗志祥。我觉得读完百孝行后里面的一些句子都能提醒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因为那个爸爸妈妈要生下我都那个妈妈爸爸妈妈生下我都很辛苦，然后长大还要照顾我们，所以我要好好感谢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一班陈和芳。我觉得念百孝经不但要背好，然后要时时刻刻的孝顺父母，因为父母就是把我们生下来就很辛苦，然后我们不可以这样，就是叫他叫我们做事，然后我们就要帮他做，然后要时时刻刻就要帮他做家事，然后我要感谢他们，谢谢大家。在我们班上，虽然是我们班上的那个背诵率是全班，全校最高的百分之百，就全班二七的人都有过，而且我们班就连最那个平时功课最不好、最懒得背的林冠敏是一样被我们老师盯到全部都背起来了。说如果有人背好的话，就会加分啊。然后我们班就会为了那个分数，就会一直飙，一直背啊。哦，要鼓励的。嗯。老师是鼓励大家。嗯。好，那很好，你这一班很优秀哈，全班都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背诵了。全班都背好。哇。哦，真的哦。好好，那你是几年级班？一年级班。好，那你是什么名字？陈伟林。你们才一年级就已经全班只剩一个还没背好而已。对啊，全班多听过就会背啦。对对啊，他已经会念。你可以多念给他听，他听久了自然就会了。对啊，不用特别背啊，不用故意背，只要常常听就会了。下课还要还有学校不是有播吗？对啊，学校在放的时候啊，你就边玩边听也会背啊。所以这个很快就可以学起来，很自然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年级班陈宇彤。我觉得背百孝经不错，因为可以知道怎么孝父母，也可以在做错事之前要想想看父母生我们那么辛苦啊，如果让他失望，不就很懊恼？大家好，我是五年甲班的陈宇彤。我觉得背百孝经很好，因为如果只是背的话，还要动手去做，帮爸爸妈妈分担家事，还有爸爸出去工作很辛苦，回来可以帮爸爸按摩。
然后让他减轻压力一下。谢谢。百孝经对我受益良多，不但可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父母的恩惠，还可以动手去，还可以动手去孝顺父母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在家你们都怎么做？在家可以帮妈妈洗碗、折衣服，也可以帮爸爸按摩、捶背。我是六年甲班陈文轩，然后我一回家的工作就是上去三楼烧香，然后去二楼阳台衣服收进来。我觉得借由被摆孝经的过程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可以怎么孝顺父母，然后不要去就是跟父母吵架顶嘴。像有时候我如果跟哥哥吵架的话，我也会想起百孝经里面的内容，主动去跟哥哥道歉。我觉得被百孝经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甲班林冠毅。我觉得被百孝经可以让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增加知识，还有知道父母的辛苦。读完了百孝经以后，感受很多，然后会想起以前对爸爸妈妈做不好那个做不孝顺的事情，也会赶快把它改过来。然后对现在，我会帮，就是爸爸妈妈累的时候会帮他们按摩，然后纾解压力。然后在写文章的时候也知道要从哪里写起。我觉得《百孝经》里面的内容很好，尤其是尽心竭力孝父母那一段，这可以让我们知道要每天都要帮助父母。我是三年乙班陈宇龙，我觉得被百孝经可以收集到很多福气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年乙班陈柔安，我觉得读百孝经可以让我们更有智慧，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家事。我觉得读百孝经很好。我是一年乙班欧子睿，我觉得背百孝经的过程可以帮妈妈分担一些工作，然后那个还可以帮那个爸爸捶背之类的。我是一年乙班陈耀成，我觉得读百孝经之后可以帮忙孝顺父母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年乙班徐玉荣，我读了百孝经以后就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，做了家事以后爸爸妈妈的事情就变少，就可以常常陪我玩。我是四年甲班陈耀勋，我读了百孝经以后我能帮爸爸，我能孝敬父母，还可以帮父母做家事。然后我读了百孝经之后，妹妹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我还可以教她。